退回总预算，我们并不等于反对你全部的预算啊！你有没有脑袋啊？我哪有说弱势不要过，社会福利不要过，潜舰预算前三，谁讲的这话？没有啊！就你就做这种文宣啊，你可以去看绿媒的文宣啊，他就在炒作这个啊，我看了都觉得很丢脸，就每天造谣说谎。这个《中国时报》记者啊，又写了这篇文章啊，对抗执政傲慢，退回预算只是开端啊。民进党在赖清德总统论述要赢的指示下，总预算遭退，他就开始炒作啦。我已经在绿媒的网路上看到一大堆类似的文宣了。说在野党阻挠社会福利啦，阻挠国防预算啦，不爱台湾啦，不顾弱势啦，铺天盖地就来了。这民进党最会这一招啊！对不起啊，退回总预算，我们并不等于反对你全部的预算啊！你有没有脑袋啊？你如果送来审查，社福预算会被删吗？我不认为。国防预算，我们说潜舰，潜舰预算也许大家会谈一下啦，可是也不可能全部给你弄掉了，不可能啦。弱势的预算，什么补贴金啊、失业的救济啦、啊，一大堆啦，那怎么可能给你删呢？你看这个民进党就是会做这种文宣啦、啊、做这种文宣真是丢脸哎！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人家明明就在跟你讲问题的症结是上个会期通过了法律案，请你尊重立法权照办。所以症结是什么？是在野党的国会多数，他在争取他的国会的尊严啊，你要给我尊严啊，你不能破坏宪法、啊、就是这样啊。我哪有说我反对你什么什么预算、啊、我哪有说弱势不要过，社会福利不要过，潜舰预算前三，谁讲的这话、啊、没有啊。结果你就做这种文宣啊，你可以去看绿媒的文宣啊，他就在炒作这个啊，我看了都觉得很丢脸、欸、就每天造谣说谎。这个记者讲得很好啊，NCC 人事案没过，当初民进党不是在吹牛吗？说哎呀，这样我们 iPhone 不能上市啊，说 iPhone NCC 要审查啊，要有个作业程序啊，啊你不让 NCC 的委员来上任，那 iPhone 16很多消费者都买不到啦。结果呢，现在大家不是照样在买 iPhone 16？NCC 的委员谁上任啊？没有啊，蓝白两党还是反对翁伯宗来当主委啊。 iPhone 16不是照样上市？所以少在那边唬烂的啦，少在那边唬烂的。我跟你讲啊， NCC 它有它固定的一些作业程序啊，这跟你主委有没有人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照样过了啊。你现在还是不是买到了这个 iPhone 啊？那另外啊，这个民进党又在造一个谣啊，说总预算没过，政府就关门啊，政府停摆啊。哎，怎么有这样的政党啊？你都在骗人呢、欸！我坦白讲，我昨天啊，我昨天看到苗博雅的直播。我还真的觉得苗博雅是个诚实的人。苗博雅就说：“哎，总预算没有审，我们的政府不会关门呐。”苗博雅就试图来跟绿营的人解释啊，他自己的直播啊，因为苗博雅自己是法律人，他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啊，你台大法律系毕业来说这种胡说八道，他都觉得不好意思、欸
我秀给大家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预算法，你看你就知道了。预算法第54条，如果预算没过怎么办呢？就总预算的审议不能够依照51条期限完成，那怎么办？我画蓝线的那个部分就是唯一会受到影响的部分，新兴资本支出以及新增计划需等到本年度预算完成审议程序之后使得动支。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个是赖清德执政第一年的总预算嘛，它里面一定有很多它的新增计划跟新增资本支出。所以赖清德，你如果要搞全情动员啊，你自找麻烦啊。我举例嘛，比如说他要列那个光电预算，光电预算他要给他列到2030年9000亿啊，对不起，不能支出，因为这个是新增计划，你就卡到了嘛。那至于以外的呢，前目以外就是第一项以外的计划，依照已经获得授权的原定计划或上年度的执行数核实动资。所以这个就在告诉什么，我们台湾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如果真的预算没过，政府真的关门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美国国会有拨款权啊，你如果预算没过，那拨款就全部停止了，所以政府就真的关门了。我们台湾不会关门啊，因为呢已经得到授权的计划，比如说各种特种基金啊，基金的支出啦，那不会停的。还有上年度的执行数，比如说你的内政部上个年度的预算，我们随便讲好了，比如说原民会上年度的预算假设是25亿啊，今年度变成28亿，那你那个25亿的部分可以照常支出。所以啊，公务员的薪水是会发的啦，可是呢，本来预期明年公务员要加薪3%，那对不起，这3%你现在不能领，你一定要等预算过了之后，你才能够领这个额外的3%，这样就够清楚了吧？请大家诚实一点，好不好？